okay, you come and check. She looked at me, she doesn't know. See, I'm really coming for check. Oh, okay. She looked at me, she turned her eye away. 其实第一次的时候，他们很好奇我们在做什么，他们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做？他们其实都知道他们有高血压，可是他们都因为没有病痛，所以他们就不会去拿药，他们也不会去做 follow up 还是去 check 的。尼泊尔医疗和马来西亚的医疗，它差是真的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在马来西亚医疗系统是非常的完善，但是呢，来到兰皮尼呢，80%的人都是在去到诊所来就医，但是诊所里面的设备呢，真的是很匮缺，然后呢，医护人员也缺乏。跟他讲说，看好医生就好了。啊，听过听。在尼泊尔交通比较不方便，然后因为他们的家比较贫困嘛，要付费去医院也是家里的一个考量点咯。我是觉得我现在可以付出，我就可以去做，就是很单纯啊。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想法的，我其实真的要去就去。可是真的很孤单，不简单啊！怎么样？别看，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们能做到多少哈。我觉得是需要去借力啦，因为我们没有借力的话，我们怎样要让我们的医疗事业这样推下去呢？开始会很难，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用这样的成语群来互动。困难的时候呢，这句话一直会浮在我的脑海里面。就是我信己如斯，我信人如爱。